一、二、三，出发。What？ 这什么年会？你看得懂吗？我们到喽！三、二、一。门兵一位。What？今天你不主持啊？我不主持，我嗓子都哑了。好。耶，美照拍完了。亲爱的，你好美哦，妈呀！你。我好美。这会才有点 fancy 哦。立刻开始灌酒 ，Cheers！ 骚还没开始呢。我他妈终于摸到了，我终于摸到了。我熊，来美女。你来干嘛？温馨提示哦。耶！你给我暂停，再看一遍文字。那不是我，新郎就是你啊。这条视频，我妈看到之后就立刻开始逼婚。是，徐帆老师明年结婚，找到好男人，然后挣大钱。你确定这是祝福还是诅咒？我不管，我先开为止。Hello， 没有在直播，没有直播，没有直播。工作氛围。立刻做教研。哎，为什么在蹦迪？后面的大哥立刻会加入我们哟！仔细看。快进做教研，快进！一边做教研一边。
为什么还留下来？是做鸭吗？脱掉，马上帮你脱掉。年会开始啦！那小可爱突然出现，耶！我只能说，幸好我嗓子哑了，不然这个主持台上，我一定是最亮的鸡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最亮的仔。好，我这段黑历史，这段完美的历史，他们一定会铭记一辈子。疯狂喝酒开始，拿我的酒干什么？来，各位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们两位辛苦了，我全部喝了很多很多很多。陈老师，以上我们已梳理一下隶属专业的时间线，并且我们也帮你规划了一下接下来两年要做的事情和背景提升，你们俩都明白了吗？所以我是五月的零号来到了维修。我真的是今年规划费一共接了988位学生，其中516位是当值申请，庞大的数字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升学资料。根据今年收到的经验，我们有信心明年申请季会交出更加满意的答卷。学生在催你。最后，作为规划部的身高和名字担当，有请袁老师和我们。吉隆警告，当场抓获。这样吧啊，前面我们教练长跟我说，直接把奖品告诉你们，好不好？接下来的是抢座之王。Hello， 我等你进入。来啊，很有接档精神啊，这个女生姗姗来迟，哇，这么长的裙子，露脸了。进来自己要稍微拎着点啊，来，四位姑娘，请。没露脸不算哦。没露脸不算，没露脸不算。淘汰赛，一个停，你们就要说你要抢哦啊！来，哦呦，哦 my god， 这力气不得了，这是天赋。来，您是冠军候选，也就是我们最后一名。对，一共玩三把，来，恭喜冠军三把。教练组把椅子拿上来。来，吴老板，吴老板，吴老板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五小受之强力之战，哇，这个女生啊，有没有压力？没有压力是吧？谢谢谢谢。规则都知道，一月一同志要坐上。喝掉掉，喝一下。喝了80000多块钱。下一还有人是哦，好，拿走这个椅子。去买本子。再需要五位不同的面孔，有这个快得不得了啊！准备音乐起。小天鹅哥哥 ，Hello， 我们三位的小天鹅哥哥，我是肥天鹅。音乐起，恭喜！好了，就不要下去了。来，之前两轮冠军的两位小姐姐到台上来。谢谢老板，谢谢美女。来，
之前两轮冠军的两位女生在哪里？维持李佳琦，你好。来拍摄一下我们醉酒的和醉酒的陈总。不要进命题。我没有酒，酒后吧。哎，陈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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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都给我了？都给你了。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我喝完了。那我就幸福了哟。那好，那祝你，谢陈老板。怪我们。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数学，数学老师，数学老师，你是全日制的王牌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还是要得仰仗Minty老师。谢谢，好手气，好吗？今天来一下。